家好啊 ，Hedy。Hello。见到台面咧，应该唔难发现今日我哋要拍嘅系试食啊。系啦，话说有一日咧，我就去咗啲东南亚铺，系谂住买印尼捞面啦，一个良味一物。咁跟住之后，我系好中意食嘅。咁然后周边有好多唔同嘅姐姐咧，就推介话俾我知，哎呀呢个都好食噶，呢个有冇食过啊？咁结果我就买咗好多好多翻嚟咧，就邀请阿金生陪我一齐试食啦。我自己系食唔晒咁多嘅，咁就由佢包底，咁就可以拍呢一条片。如果大家有兴趣，想知道平均系两个半左右嘅一包嘅印尼捞面啦，因为大家应该最常都系食一啲原味噶啦，我超中意食呢一个士德嘅原味嘅，佢系好好食噶。咁但系今日就唔煮啦，应该大家会知道佢嘅味噶嘛。我哋就试咗好多，系望落去唔知系乜嘢嘅，有啲系绿色嘅，咁就可以试下咯。事不宜迟，食嘢啦！喺我哋面前而家有四个捞面同埋两个汤面嘅，冇错，七彩缤纷啊！你对边个最有兴趣啊？你可以望下嗰啲包装噶。我有兴趣啊，可能会系呢个啦。好，我哋一起食呢个肉酱味。但系佢个面咧就会系印尼捞面嘅嗰种啦。辣噶喎，辣噶，辣噶喎，吓，佢真系好似肉酱意粉喎，佢似嗰只七仔嗰只丁丁肉酱意粉嗰只味，但系加咗辣嘅，系，哇，好辣啊，哇，好辣啊，十分满分，一、二、三、四分，佢系好食嘅，但系个辣要减咯，因为。我垃圾，我食唔到个辣，喊唔得好丑啦，讲唔到嘢啦，你哋拣下一个，我拣个汤嘅，好啦，我哋要呢个熟汤，佢有啲青柠，已经好重青柠味，都好解辣咯，应该你，我真系噶，系啊，好似青柠汁咁样咯。但系个味唔浓噶，其实系个汤。呢个我中意啊，佢唔系好重口味嗰种咯，系比较清淡啲，咁但系就好清新嘅呢个。系啦，因为平时我系食印尼捞面噶嘛，我冇食印尼汤面嘅习惯咧，都好似冇试。系啊，原来佢都唔算话会发胀啊，去到好腍嘅，佢而家仲系一个好淡雅嘅质地咯，一样系十分满分，一、二、三，好，我俾九分。好啦，我揀完呢、這个，到你。咁就试呢个啦。啊，呢、這个好惊啊！呢个样劲奇怪嘅绿色咯。佢冇封面咁青 B B 噶啦，咁但系咧会有种菠菜汁嘅感觉。闻下先。好奇怪噶。我系青椒味嚟嘅，好奇怪噶。好啦，加油。好啦，如何？出咗系甜嘅喎。嗯，系啊。佢食落去同闻落去完全两阵味嚟嘅。我知道，佢系 B B Q 咧嘅黄椒烧咗，出边有少少窿嘅嗰阵味，但系都系淡嘅，起码唔辣先啦。咁都系，嗯，佢同。个样完全唔 match 因为个封面系绿色咧，我以为食落一定系劲重口味嘅嘢嚟咯。系啊系，我会以为系辣嘅青咖喱啊，或者系一啲辣嘅青椒咯，唔系咯，佢系甜噶，好有趣啊呢、這个。好啦，又到我哋评分时间啦，一、二、三，三分。点解啊？因为捞面应该系要咸噶咯，佢系甜会有一种违和感咯，喺我心目中，佢未至于难食嘅，但系唔会系哇，我好想食呢一个捞面啊嘅一个。好啦，下一个就系我最期待嘅喇沙，因为再唔食咧个汤就吸晒噶啦。呢、這、一个如果佢系好食咧，个性价比系极高嘅，新加坡个包系廿几蚊噶嘛，卅几蚊系，吓系啊，系啊。咁大我哋呢个表情，嗯，辣晒咁嘅味啦。佢有啲
喇沙嘅味啦。佢有酸辣粉嘅影子咯。睇下先，饮多啖先。佢冇椰汁嗰种感觉啊。佢冇虾嗰个鲜味。系啦。佢连埋面嘅时候好食咗。咁我会中意之前我煮嗰个喇沙多啲。边个啊？嗰阵时候我煮过俾你食噶，哦，即系自己熬汤嗰个，嗯，那个好食好多。梗系啦，我咁足料，你同两个半嘅比，比分，好，一、二、三、五分，四分，最真人呃我噶啦，唔系拉沙嚟，即系个味系 OK 嘅，但系佢真系唔可以称得上拉沙咯。好啦，剩翻两个，咁试咗个唔辣嘅先咯。好啦。我哋试 kebab 嘅呢一副，系咪好香啊？系咯，个味闻落去系想食噶。嗯，呢、這个我系就咁落粉嘅时候咧，已经好想食噶啦。哦，哎，有肉味喎，本身已经系啊，粉嗰度，佢香得嚟酥，系咯，佢有羊味喺里边嘅。是不是羊味来的这个咁吃下去有没有酥的嗯好味喎。它有肉味啦跟住有香料的味跟住有甜味其实是挺好吃的。但是就你要原本吃羊的人才会喜欢咯我觉得。好评分啦。一、二、三、四点五。我不会讨厌它的因为我们两个都吃羊的。咁但是我就未必是可能早餐一来系呢一个面咧，就会太 heavy 咯。我又冇 expect 过一个面可以整到呢个羊嘅酥味。啊，系一种嘅即食面类，你净系靠粉啊酱，原来可以做到呢一个味咧，我都觉得几犀利嘅。好啦，嚟到最后呢一碗啦。闻落去好辣，点算啊？系啦，救命啦！佢系鲜橙色咯，都就系闻到辣椒味咯。暂时你摆入口未？我等紧你。我谂住睇下情况。点啊点啊？系咪好辣啊？唔辣噶。唔辣嘅？你系咪呃我噶？冇呃你啊！你系咪嗰啲一摆落去其实辣到喷火，然后扮平静嗰啲？系喎，佢唔辣嘅。嗯。咁直落去，即系眉毛望落去咁浓咯，都系。嗯，佢闻落去系好香辣啦，跟住觉得自己应该系食唔到，咁但系一食落去比较 mild 啲。系咯。嗯，最后呢一个嘅评分时间，一、二、三、五分。好啦，咁食咗咁多款咧，边一个系你觉得最中意嘅？我哋一人拣一个。這個、啊、你喜歡吃最辣的那個是啊因為其他我覺得香料味太重正常的肉醬味啦、嗯、跟住可能落少點辣粉那樣還有肉醬撈麵這個配搭我覺得挺有趣的不一定肉醬意粉我自己是很喜歡這個熟多的湯麵因為是比我想象中完全是清淡清新沒有想過是一個即食麵一個即食湯麵可以做到的感覺咯究竟可不可以打敗到原本的这一款不会的了买不到都是它的好吃但是呢我觉得是可以试下不同的新味的都挺新奇有趣的没错是啊好啦那多谢大家和我们一起吃面大家有没有兴趣买哪一款或者是如果你们吃过或者是家里的姐姐呢有哪一款见到它哇整天吃都可以推介话给我们知的那我们下次有时间再一起拍下试吃片啦 Ending 麻烦好如果喜欢我们这条片的记得 like 和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我们每个礼拜会有两条新片的逢星期六的下午三点和星期日的下午十二点是的我们下条片再见不用那么紧张拜拜